不会改变的。好了，过两天是月明的生日，你看怎么给他庆祝。这件事从此不准再提，下去。这是我托全叔给你买的海棠糕，你尝尝吧。谢谢啊，我不喜欢吃。尝一个嘛，很好吃的。我真的不喜欢吃，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在这静一静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逼我干不想干的事情？对不起啊，月明，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。这个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我本以为你会喜欢吃的，我是喜欢它的名字，海棠糕，就和你一样。有关你的一切，我都喜欢。没关系，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，我拿走便是了。